下了决心到这儿当老师，我们交流一下这个教学工作怎么样？您上哪些课都？你别瞧不起我，我看你一从进这个屋就一直带着一种藐视。还，我刚才我都介绍了，音乐、体育，方方面面，真的，我都可以呀。我们交流一下，交流一下，你就说给我考考题得了。哎呀，交流交流啊！你文言文咋的？怎么样？文言文特别棒。我念几句，你翻译一下，好吧？你随便来，你随便来，我还真怕你了。你长那个小样，瞅瞅。搞个简单的，有朋自远方来，不亦乐乎？你再说一遍。有朋自远方来，不亦乐乎？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？就是听说有朋友要从远地方来了，我不高兴了。是吧？这句话就代表我今天的心情，就是等于说你从那边来了，我不开心了。就是有朋自远方来，不乐意乎？什么不亦乐乎？再来一个啊！再来一个。父母在，不远游，游必有方。这句话是啥意思呢？就父母在家的时候啊，你不能往远地方游泳去。你要是想上远地方游泳去呢，你得带个方形的游泳圈。我第一次听说您这样的解释。哎，那我再给你出两个。你给我说两个古文啊。嗯，古文。孔子曰：“中午不睡，下午崩溃。”老子曰：“孔子，你说的对。”有这样的古文。视频前的你，如果在男性持久力、勃起硬度等方面不满意，现在就加郭老师微信358163379，让郭老师帮助你持久坚挺。延时20到40分钟，补肾壮阳，延时助勃，增强夫妻性生活。28天彻底告别快男软男，做回自信的自己。记住微信358163379。Years have you been here teaching？ 你行不行啊你？你说的这句是普通话吧？对，这句话我听明白了。你是不是杭州那边的人？刚才你说的不是英语。我是英文。你是用杭州的本地话欺骗我呢？你说句杭州本地方言。你让我咋想？你看，这不就英文吗？你给我说单词，别糊弄我。针对单词就开始啊。OK。苹果 ，Apple。两个苹果 ，Apple。大苹果 ，iPad。汽车 ，Car。火车 ，Horse。跑车 ，Car。大货车就大货卡。好好学习，天天向上 ，Day Day Up。五一，还能来点别的吗？你这英文谁教的？英文是体育老师教的。英文呢，我是学一半，我自己悟一半。我这属于辽英。什么叫辽英？属于辽宁的英文，这是我。哎，我问你啊，你别问我啊，你问我什么？我应该问问你了才对。你说吧。你考我这么半天了，我还考考你呢。说，你韩文怎么样？不错。嗯，我真不错，韩文。韩文不错。对。OK， 考两句韩文。嗯。欧巴刚的 star， 欧巴刚的 star， 听没听过？这个所有的孩子都会。OK， 来点复杂一点的。好，你逼迫我出花招。哼。我再跟你说一句，借我的手，借给我。嗯，韩文啊，麦克的大啊，阿玛尼克金呀，太恶心了，啥意思啊？我问你呢，你给我翻译啊？有这样的韩文吗？你呀，这就没听明白，就是耐克、阿迪达、阿玛尼克奇呀。再给你翻一遍，耐克的大，阿玛尼克奇呀。听懂了吗？这么大牌子是没穿过。我们再次考考韩文的这个单词试试看啊。你要看我韩文单词。对。 OK， 韩文的妈妈是什么？阿玛尼。爸爸呢？阿巴吉。爷爷。